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，言承旭是继复合林志玲后，前天受访更进一步公开人生计划，松口认了想结婚，还很期待看到小小道明寺，我这个爸爸就会和小小道明寺一起抢糖果，两个幼稚鬼走在路上，这个画面我觉得还挺可爱的。命理老师江家业铁口直断，看好两人修成正果，但今年不可能。江家业指出，林志玲去年结婚运比较强，错过这个时间点后，今年会有很多阻碍，要到明年才有结婚运。江家业分析，林志玲和言承旭之间一直都有阻碍，包括男方家庭以及双方想法磨合。言承旭对他绝对是百分百的爱，但家人可能是阻碍，林志玲则是来自于自己的想法。此外，言承旭今年事业运走强，林志玲也很旺，两人会投入较多心力在工作中，但江家业看好两人修成正果，时间点则会落在明年。至于生子，他认为林志玲本身是完美主义者，虽然思想开放，但行为很规规矩矩，有传统包袱，可以斩钉截铁地说，先有后婚绝无可能，生小孩是婚后的事。言承旭松口认了想结婚，翻摄自微博。